这里是香香当当。这个俺爹他医院里发的饭卡快过期了，他卖点酸奶，然后卖了可多，他有点喝不完。他说他喝不完啊，我现在去拿回来点。俺咋剩了买了不是？这个是开封的老城区。然后安胜男上班的地方，医院在这附近，所以在这边租的房子。我们现在上去拿一下那个酸奶。这个门好封闭啊，怎么开啊？喂，这钥匙才能开吧？叫二奶来接咱们，开不开？本来想直接上去找他。发现这个大门也是有锁的，这么高的楼还有一个大门开呀。不是你要锁啊，不是你想去别人进去。这以前建的房安全性还些高了是吧？这是新安的房。不知道。好像听见儿那声音了啊。儿那呢？大嗓门。哎呦，俺俩也有，俺俩能进来。果然在这边接了三万米的。那咋可能发那个没有发到你的，发三百斤，俺不要多，哎呀，五十斤那种。哎呀，住这老楼，好累啊！没有电梯，然后一个劲儿的爬。哎呀，看到没有？这是楼上看到的风景啊！到了，到了。可宝贝啊，可以看风景，看看我姐姐。你租了一个月多少钱呢？四百，一间房。哎，那不让坐到床，哎，我都非得坐。啊，就是那两个人合租了吧？现在八百。啊。咱租的才一千，主要市区贵。你要几个？你干几个要几个？俺仨一人一半。那饭卡还过期啊？啊，这饭卡这月清空了。俺还拿书包，谁要给书包给我交看？装满吧，给书包。给你俩，我给俺一杯拿走了。不要交上了。包花。嗯。你喝过？你吃来咱尝上头了。吃来这儿。尝尝。哇，好吃来着嘛。真的。真的。我吃一。好多吗？我尝嘴。你这个管不中啊。说话了。馋了，浪费。咋了？哎呦，我想喝。可能喝。哎呦，我天哪，啥味儿啊？我想买两包的，里面的。哎呀妈呀，给俺你自己尝过焦糖果了吗？我不喝了。不要不要，我这瓶不要，给你扔那儿吧。那个没有买的。我尝试着喝喝吧。绿一点的我。俺姐咱俩方便。我不吃。我好吃。哎呦，太感动了。看这书包啊，乖，我提都提不中。哎呦。